学生喊声加油，家长们组成应援团，校门口列队替考生打气。我的梨太明，你说是为什么要带这个？三太明很有用，它可以帮助我考上大学，专心啦。有些监考老师可以让我们放。我去拜文昌帝君，然后就人太多了，我求不到护身符。大学学测20号正式登场，首日是二三类组的战场，上午考数学 A， 下午自然科。有人考前最后一刻还在温书。没有，就我数学很烂啊。我来附中也是因为数学不好啊，不能每次都输给数学。平常心，平常心，你就把它当平常上学就好了。也有考生决定放轻松，但不少人已经穿着外套，还要再多带一件，因为今年学测碰上入冬以来最强寒流，考生们纷纷拿出保暖小物备战。我妈叫我带外套，她说比较冷。明天因为会比较冷，我会带发热衣跟暖暖包，就是不能拿出来啦。大考中心规定，根据每位考生个人需求，的确可以戴口罩、手套、围巾和暖暖包进考场，但要配合监视人员检查，原则上不能影响面貌辨识。暖暖包也只能用传统型，非电子型，一律放在口袋内。数学课开始考16分钟后，还有考生人才匆匆赶到校门口，差点考不了。就盼学测落幕，能好好放寒假。但受到全中运影响，台北市将超过150所国高中职，4月22号到4月25号停课，要提前补课，延到下周六才放寒假，打乱不少人的休假规划。华视新闻记者张荣福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